嗨呀，大家好啦哈！我是那错，那我们今天是要继续我们的 House Flip 啦，然后一样的，如果有票记得按个赞哦，然后一样的就是赞到一定的那个数量的话，我们就会继续下一集这样子。对，然后也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部影片啊，那我们就走吧。我觉得我们还是一样要先做多一点任务，然后就是有钱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买一间家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装修吧。对，到目前为止好像他都还是在做任务。感觉有点惨，好，没事，走吧。OK， 嗨，我回到家了。我感慨，我进来两个，怎么？这讲多了建菜色的墙面吗？您好，我希望我的房子更有艺术气息，能不能帮我把客厅部分墙面涂成菜色？剩下的墙面我想涂上清冷的灰色。哦，我差点忘了，能不能帮我更换坏了的插座？谢谢。插座也坏了，你太糟糕了吧！好，这间家，哦，好意思，这一条似曾相识，是我错觉吗？走吧，哦，不一样，哦，好酷哦！安装设备，可以安装什么啊？这没有吧？这里呢？那个吧。安装设备，我看一下，所以我们需要把它安装电灯吗？应该没有吧？不用吧？它电灯都有啦、啊。对啊，都有电灯啦、啊。那我自己需要安装什么？那个好像做不了。嗯？那这里呢？这里没有任务，这里没有任务，那我们先关。这里呢？涂颜色，好。这里呢？这里没有任务，所以有任务就这一边。这一边到底哪里有任务啊？这里吗？都有灯啊。嗯？那个吗？不能，按不到。嗯，呀，你先过来，按不到啊！哎、欸，呀，这个给我移走了之后，算了，我就当什么都没看到，哦，这里吗？我找到了，终于，自己打开，哪来？然后我记得这边要锁开，然后这个再拿出来，然后里面的那个什么，里面这一个才要装，装完过后锁起来。然后这个是装过来这里，呀，为什么我会这种东西啊？等一下，好糟糕啊！好，锁过后给它装回去，然后左右都装。嗯，好，哦，原来是这里哦，我还会在里面，嘿，好，这样应该可以了吧？有，然后接下来就是这里，涂漆，我看看，所以我们需要一个，呀，它是红还是青啊？它是红还是灰色？好，红，买一个，然后再来留一个灰色。好，我看看，那等我一下。哎呀，我为什么用头发？我到底在干嘛？好。我看一下我怎么涂吧。OK， 我这边弄好了。接下来其他任务哪里啊？这里吗？这里没有任务，那应该就是这里了。咳咳，你在当中什么都没看到好不好？我看一下哦。哇，这里的插头哦，这里。哇塞，最好是有人会躲在这里啊。不对，应该是说最好是有人会看到是在这里啊。好吧。哟，好肮脏哦。在这里，好，你的话哦，还是哎，那条不是上面吗？呀，好吧，然后这一条在上面 ，OK， go， 感觉我什么都会呀、啊。自从玩了这个游戏之后，我就以后我家里什么东西坏我都会装了。
这样对吗？好，可以了，我们走吧。我脚下那个东西，你们就当作没看到吧。哎嘿，好 ，OK， 到家了，走吧。我看看，我们再记录一个任务。我记得还有，哇塞，好多。清理车库吧。什么？您好，我们需要清理车库，想请您将所有的箱子、垃圾和旧轮胎丢掉，别忘记清洗车库，最好是不要移动工具，因为我上午不喜欢有人乱动他的工具，怕他日后找不到。好，了解。好 ，OK， 所以不能乱动你东西。我觉得我会害死强迫症就是了。哦，我先忙不出我家，走吧。大大姨妈，哟，更一进来就看到那么乱，你这样真的没问题吗？脚趾这样乱放真的没问题吗？我又不能乱动你东西，可能。先让我把你们这些小渣渣先清理一下，好不好？天啊，你可以再乱一点，真的。OK， 走，继续。哎，这些我不用拿吗？嗯？这些我不用丢了，好吧？那我先把你这些小。这些垃圾全部先丢完，这不能拿，这个丢。你太多垃圾了吧，小姐。好，到这地上，这地上用我的万能拖把，有没有拖干净？拖干净，脏死了，脏死了。好，这里，开启什么？不用。好，这里 ，OK， 再丢，这些我不用拿吧，不在我管理范围内。嗯，在哪里？这里吗？哦，然后再用我的万年烧拖把有没有？哈，拖干净你的桌子，超神奇。然后在这里，哎。这个到底是给……哇靠！又来了！好，过来，过去 ，OK， 透透气。好，我们这里好了，拜拜。那什么东西需要我们帮忙吗？你的任务了，真假的？那我们走吧。完成。好，感觉好简单哦。这个应该是基础任务吧？为什么我没做到啊？等一下。为什么会没做到？算了，随便啊。我再做多一个任务吧。OK， let's go。可以用技能点数。我觉得这个吧。好，我们走吧。接下来内部组装。我需要改装我两个卧室的房子。我房间，我、哦、女儿现在3岁了，我们认为她应该拥有自己的房间，请将卧室一分为二，并确保两边都有门通向走廊。请问您是否可以将婴儿床，移出并换一张新床？哈 ，OK， 我尽力。这个，嗯，哦哇哦。店家好酷啊，走吧。哎呀，安装设备，自己是要我安装什么？又是那个吗？嗨，给我按一下，不是你，我按不到哈。呀，是后面那个要我安装吗？你先过来。对，果然没猜错，脏死了，到底多久没换啊？这个。这是已经是焦掉了吧？哇靠！这到底怎样弄到烧焦的啊？喂，这到底怎样弄到烧焦的？这好溜啊！这个，我每次都会把那个放在上面。好，这个好溜啊！这个，或者我这个你太好了吧？
家里需要组装什么，叫一个人来就好了，他会帮你装到完，有没有？生气不生气？好了，再给你放回去。Hello，他不给我放，怎么办？嗯？为什么突然就放不下去？问号。你到底有什么障碍？你到底要不要下去了？他好像真的有障碍，我想想，但放其他地方都很不妥当啊，难道你要放这里哦？我可以给他卖掉吗？嗯，那算了，我再给你搬去另外一个地方。等一下吧，呀，还有一个安装设备在哪里啊？Hello，哦，这里，更好脏啊！这个到底？好，OK，帮你装新的，N，然后是 P，没有是 L，对不起，啊不对，是 E，算了，不要理我。好，装，话说我这个人也是挺神奇的，你们有发现到吗？我根本不用关电，就直接把那个插座给用了。我发现到这一点好溜啊！你看完这植物到底有多大？大到……哇塞，放不下去耶！你敢信？难怪这边会放不下，这放在桌子上算了啦，等一下再弄。这里呢？你要我讲改装啊？呀呀呀呀呀！我连自己是哪里我都不知道。哦，OK。哦，OK。再来，讨厌你们。我敲，OK，但这边要怎么改装啊？所以这边就你们一间房是不是？这里没有任务，好，拜拜。来来来，我先看一看。哦，这是户外，对不起。所以你们就一间房，然后要我改成两间房。诶，这里呢？我们还有地下室，哎，好溜啊！OK，所以我怎么来？怎么改装？我先把这移除掉先。OK，OK，okay. Okay. 所以我怎么移除啊？不对，我怎么改造啊？To 6 more days later。哦，我作业改造完成了，是不是？原来是这样子，它就会增加。你看我那个任务。OK，好，终于。然后先给我油漆一下，我看到很不爽，对不起啊。是这个灰吗？应该不是这个灰。我看看，它算是白色吗？算了，白色吧。我就用白色吧。不是白色的打算，哎，这样还对吗？来到这里，他不小心给我打掉的，好，OK，把你们涂好，把你们涂好，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，虽然说我嫌十分的麻烦，好，OK，这个。啊，不够气，给我一点。OK，卖掉。我看看，要给你放床，这个也能卖吗？
酷，好想卖掉啊！不能卖，不能卖，那我就先跟你搬过来啊！开卡住了 ，Y。OK， 然后那个花盆，你放在房间里面，这样才显得不错美呀！好奇怪啊，放这里。我看看 ，OK， 可以。然后接下来买床是不是？买 G 开头的床，床铺 ，G 开头的床，这个吗？呀，我看看哦，方红木，红木会比较好，方格方二会比较好，经典花朵呢？这个好像蛮不错的，就先这样，我先关。滑放不下，那你等我一下，我想想，要帮你改造一下了，是不是？你这个，你过来这里，你，呀，你写一点，好，你，放不下，你等一下。你先起来，你在外面先，我先把这边整理好了。话说这地板有办法吗？地板，我需要地板，地砖有，这是什么？这应该是木砖。地毯呢？好像没办法哎，这个你们就当我没看到吧。我找不到东西可以卖，你先在这里。你在这里？为什么我在帮忙收拾家里啊？等一下，好怪啊 ！OK， 呀，为什么我玩起积木来啊 ？OK，OK， OK， 可以。接下来窗户，这个吧，单人床不是双人床，切，我就奇怪为什么装不下去，可能 G 开头的单人床有吗？双人床就有，你确定吗？呀，我找一下，哦有哎，为什么我都没看到？我眼瞎是不是？桃木感觉还好。瓦木，以他现在房这个房间的话，我觉得黄木会比较好。鸽子、箱子、黄米色，我觉得蓝色吧，蓝色箱子 ，OK， 这样才对嘛。然后你过来一点，你过来一点，你起来，拜放在床上。OK， 然后放一个小花盆在你房间。OK， 帮你开窗口。感觉好像少了什么东西呀。我看看哦。以你这个房间的话，这一个会比较好。这样吧。哦，给了啊，这样就没问题啦。OK， 我们走吧。确定完成，有没有？好，我们回来了。OK 的，妥妥的。我这个怎么了？有好好安装吧。好了，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先差不多到此啦。剩下我们之后再做。好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我可以按个赞。然后继续我找我的最新影片，然后我们就下一节继续我们的，哇靠，这是什么鬼东西呀，我受不了。等一下，你们给我一点时间，下面这个清得了吗？这里清得了吗？你们给我一点时间，因为我看到好不爽，等一下，
等一下，这什么鬼东西？我看不懂。等一下，我需要镜子这种东西有吗？白夜不是不是不是，也不是生存，生存是什么鬼东西？哦，这种东西也有吗？不是不是，地砖不是，这些我之后再换。没有镜子这种东西吗？坐子，呀呀呀，其他，我需要镜子，有，有。这个就好 ，no， 对 ，OK， 哇塞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这里到底讲给人家活的啊？我不明白。要自己组装吗？好，我要开始做一些事情了。这个地板啊，这地砖，我是不是该要先换地砖？算石头了吧，地砖这种东西很简单，妥妥的。好，然后这个插过去，装好来，装门。OK， 这个锁紧锁紧，锁紧锁紧。好，好。这个装好来，锁紧锁紧，锁紧锁紧，然后再装一个门上去，然后手把锁紧，然后再盖子，里面的盖子，哎，里面盖子呢？哦，还要先装这个，好吧 ？OK， 这个锁紧，手把，但为什么会有两个手把？然后在上面就这个边边，再把这个盖上去，然后这边也要缩紧。哇靠！那天花板，抬头一望，我眼睛好痛。你等啊，我先把这边做好。OK，OK，、OK OK、这样才正常嘛，这样才像厕所嘛。然后这地板，这个真没办法清洗吗？靠！我靠！算了算了算了，我们就当是什么都没看到，关门就好，眼不见为清。好了，今天晚上谢谢大家收看，所以就拜拜。